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， 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桃酥对我来说代表着童年记忆的美味，那酥松香脆的口感令人回味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甜而不腻，一不小心就会一片接着一片。其实核桃酥做法并不难，只要注意几个小细节，在家一样也可以做出传统技艺中的好味道。Thank you.
如果我的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您不吝啬地帮我按个赞。你们的鼓励是我创作影片最大的动力。如有订阅，也请您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每周会有两部新的影片，你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诚心诚意为你们准备好的热腾腾的菜肴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